青色容颜。哟，我埋汰你两句，你至于吗？还给我演上了？我看话本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我能中了你个鬼计吗？白爵，白爵，你怎么了？好你个白爵，你竟敢对本殿下用苦肉计！你为了我竟伤得这么重，让我以后有何颜面戏弄你反驳你？罢了，这些天雷本就应该是我受的，神力还给你便是。我怎么连渡神力都不会？我真是太没用了。白爵教过我，神力在本源之中。对，本源。这么凉啊！你放心，我会一直在这陪着你。你一定要快点好起来。